成龙，她是我见过最无心的女演员。网友，还不是因为她不跟你搞暧昧。成龙中国最有名的功夫演员，还被评为国际功夫巨星，也是唯一一个被国际认可的中国演员，也是唯一一位在福布斯上榜的中国人。在艺术上的成就更不用说，他可是在娱乐圈内数一数二的大人物，娱乐圈什么好事什么坏事他都知道。但是成龙多带拍戏认真负责也是出了名的，大戏也基本上全部都是实打实的，而且也不同替身。对待明星耍大牌的事情也是十分的痛恨，前段时间还曾说现在的青年演员没有一个敬业的，我见过没有一个好的，之前说的都是为了应付媒体。最近在参加《我看你有戏》的时候，有一位学员演了一段女明星在拍戏片场耍大牌摆谱的事情。在表演完之后，李冰冰称从未见过有这样的人，但是成龙表示自己确实遇见过这样的人，话还没说完就被冯小刚和张国立打断，让他别说出来。成龙也是话锋一转，支撑自己当时真的是恨不得掐死他。但是是谁就没有说出来。对于现在明星耍大牌真的是让人反感，很多人都称这样不敬业的演员真的应该封杀。但是成龙很色，在娱乐圈里也是出了名的，特别是在吴绮莉事件的时候，更是只用了一句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就推脱掉了责任。虽然这也算是间接承认了，但是依旧没有给吴绮莉和她女儿一个名分。也有网友表示，你这么说还不是因为你没睡到人家，到底这个女演员是谁能让成龙冯小刚张国立都认可，让这么多位大佬觉得无心的女演员不得不说够厉害。不知道大家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。